哇，兔鼠，这是你的万圣节装扮吗？很可爱耶。不是，我只是不想离开床而已。你看，我还带了枕头。哈哈，你抓得到我吗？啊！抽筋了，抽筋，骗你的。兔鼠，你怎么了？你写考，我的10年，我的青春结束了，哭啊！I'm so motherfucking tired all the time. 10 a.m. tired. 1 p.m. tired. 6 p.m. so tired. All day tired. 怎么办？失眠了，一点睡意都没有诶。我应该已经躺30分钟了吧？怎么办？明天还要早起耶。唉，还是要起来做一点事情。不行不行，这样子的话会直接做到早上。还是能做什么？唱歌？结束吧，我们结束吧。嗯，不想要越唱越有精神啊，哭啊！啊，怎么办呢？还是滑点手机好了，说不定手机滑一滑就会比较想睡觉。我爸听看我在说什么，怎么可能？手机蓝光只会让我更不想睡而已。唉，还是来滑一下手机好了。